welcome once again!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请坐，谢谢大家。欢迎来到《今晚马里奥脱口秀》，本节目是由趣多多已经知道的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2014年元旦的前后，中国人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拍玩法，就是买个什么玩具马，然后马上放一沓钱。对，然后因为是马年快到了嘛，然后拍一张照片发到微博上，叫马上有钱，是吧？还有那个什么马上面放个妞，是马上有妞，然后什么就都用这种玩法在玩。然后那天王建国发现了这个事儿，就也很想玩，于是呢回家就开始拍，但是在自己家里找了半天发现没有马，但是他还是很聪明的，最后就把钱放在自己家马桶上拍了一张。当然说到往微博上传照片，那天有一件事特别奇葩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观众，是高三的学生，然后呢他自己截了张图发到微博上，并且艾特我和艾特我们节目组。他那个截的图呢是他给他们老师发的一个短信啊，说杨老师你好啊，我昨天晚上因为看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看晚了，所以呢礼拜一一定会迟到。我知道呢高三学习很重要，但是做人更重要，王自健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等等等等，这样说。但是今天我要在这儿跟这位同学，我想对他说几句话啊。首先呢，不是说我们在节目里说可以调戏老师就真的可以调戏老师啊，而且呢你那个杨老师又不是瑞老师是吧，而且我们上学的时候也真的没有敢调戏过瑞老师哦，所以我们才在段子里面编了那么多调戏瑞老师的话，就是弥补童年的缺失嘛，对吧。还有就是你不是说我教了你很多做人的道理吗？你怎么还是不会撒谎呢？怎么就能那么直白的跟老师说我看电视看晚了，老子就迟到了，你怎么办我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，对吧？你就说复习功课很累了，没睡好，不行吗？还得多看我们的节目，对吧？那除此之外，然后他还跟那个老师说，说杨老师这个节目真的非常好看，希望呢你能跟我一起看这个节目，在每周日晚10:45播出啊，希望咱们一起看，然后周一就可以一起迟到了。这位同学，你怎么还敢跟老师说节目的播出时间呢？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，你还去说？我们节目基本就没准时播过嘛，是吧。当然现在刚刚这个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上学迟到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挺熟悉的事情，有谁上学的过程中从来没迟到过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啊，你啊，书呆子。还有吗？基本没有人上学的时候没迟到过吧，是吧。但是我们那会儿编的理由就很简单，也没有给老师发短信的，是吧。那这个同学就是用一个我们熟悉的事儿，但是用了一个我们八零后这人很陌生的方法，给老师发短信说我要迟到了，对吧。说到熟悉跟陌生，真的有的时候让人含糊不清，比如走到大街上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上来就跟你假装充熟，是吧，过来就哎，你不是那个谁吗，立刻叫出你的名字，然后非要跟你照相，可是你根本就不认识他，对吧，非常讨厌。你们碰到过这种事吗？你们怎么可能能碰到这种事呢？不过说到熟悉跟陌生啊，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其实非常熟悉中国足球输球，而且不光熟悉他这个输球的结果，我们还熟悉他所有输球之后找出来的理由，是吧。比如说因为赛制原因所以我们输球了，因为状态不好我们输球了，因为对手太强大了我们输球了，由于裁判偏袒对方我们输球了，我们特别熟悉这些理由，每次比赛之后一定能听且不止一个这种的理由，对吧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跟中国足球队说一下，你们好不好编一点小概率事件的理由呢，高科技一点的，对吧。这样在你们
输球之后，我们球迷接受了你输球这个事实，我们同时还能普及点知识，是吧？比如说你输球之后，你可以说啊，是因为哈雷彗星的尾端扫过木星的第四颗卫星，所以我们导致了地球上潮汐出现了微妙的变化，我们输球了，对吧？或者你说，由于印度的最后一只印度鳄鱼野生印度饿死了，我们非常悲痛，我们输球了，对吧？或者编一个更小概率一点的，你说哦，因为中国股市回到4000点了，我们输球了，是吧？你这样，你编点这种事情，输球之后我们还能普及点知识，对吧？哎，我们总能问的为什么，你告诉我们个知识，而且以你们输球的频率，10万个为什么根本就不是梦。那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生活中熟悉的事儿和陌生的事儿，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中的那些熟悉和陌生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回来，今晚8.5脱口秀，本节目是由趣多多一定制造度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说到熟悉跟陌生，那天我们在台里加班，然后我们组的一个实习生就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这个南京路，然后就在那儿感叹：“哎，王哥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看看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嗯，那么嘈杂，啊，人又多，环境差，压力那么大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车，人与人之间那么的冷漠。”有的时候真想回家，然后我就很关心地问小伙子，你家是哪儿的？我家北京的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气死了，你知道吧？结果这段话不知道怎么全组的人都学会了。最可气的是蛋蛋站在窗边，王哥，你看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看这地儿。我说我看什么呀？就那儿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看看这个地方，陌生的城市，车又多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是不是想回家？啊，批准了，回家玩两天，休息去吧。啊，批准了。蛋蛋特别高兴就回家了。到家第三天给我打电话，王哥，我在家了。哎呀，你看看我们这儿啊。看看我们这个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地，熟悉的草原，没有车，没有人啊，环境好，压力小，到处都是羊，但是羊跟羊之间特别冷漠。王哥，内蒙太无聊了，你让我回上海吧。当然，蛋蛋是内蒙人，这个事儿大家应该是知道的，是吧？真的是，他是后来的上海，他最先开始去的北京，然后到北京之后呢，他租了个房子，然后不睡在家里，每天到晚上，平时都在家里吃饭啊，看电视，到睡觉的时候就自己跑出去睡在小区的草坪里，然后被保安发现之后就问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是内蒙来的，我认床。这说到认床啊，真的是有多少人有认床这个毛病？举手我看一下。啊，认床认枕头都是有，但是就是有的人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他就睡不着觉。这里呢，我觉得就必须佩服我相声搭档陈素，浩哥真的是行，完全不认床，你知道吧？出去你别说换个床，床上换个人照睡不误。真的就是这么洒脱啊、嗯！但是我的好朋友赖宝就特别认床。真的是特别认床。有一次我跟赖宝一块出去出差，然后住一个屋，然后我倒那儿就睡，赖宝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我都睡醒一觉，我看他还跟那儿来回翻身，我说赖宝你怎么了？你就不能好好睡觉吗？啊，思倩你不知道我认床吗？这家睡不着认床。我说你多大人你还认床？我天，你不抱着小黄睡不了觉是吗？啊，你这神经病吗？你为什么非得认床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吗？你睡别的床就不觉得不舒服吗？我说那当然没有了，你知道我在家我不是睡沙发就是睡地板，好不容易能睡回床我爽死了，对吧？
还认什么床？但是赖宝真的是认床认得特别凶。那天看见他在单位嘛，看见他我就说，哎，赖宝怎么了？好像不太开心呢。别提了，子健，你嫂子要跟我离婚，什么时候你就成我哥了啊？我答应过吗？不是，我媳妇儿要跟我离婚，为什么呀？不就因为我睡觉认床吗？不是因为睡觉认床跟你离婚？我听不懂啊，赖宝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好不好？我们俩昨天嘛，她说她一个闺蜜，好长时间就是这个没一块吃饭了。昨天我就跟她上她闺蜜家一块吃的饭嘛，跟我离婚嘛。不是，你陪她跟她闺蜜吃了个饭，有什么可离婚的呀？不是，因为唠太晚了，然后最后呢，就说就睡她闺蜜家。我说那睡她闺蜜家，这不能跟你离婚呢，对不对？不是睡她闺蜜家了吗？对吧？完了以后，她闺蜜让我俩睡大屋，她睡小屋去了，那就跟我离婚了吗？不是，你们俩睡大屋，为什么离婚呢？我不是认床吗？哦，你睡不着觉就跟你离婚了，我睡着了。好，其实大家知道，说所谓熟悉跟陌生，有的时候我们更追求陌生，是吧？什么时候追求陌生呢？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啊，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待烦了，就想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。我们想想啊，一个人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，就真的能让自己心情变好吗？真的能吗？谁旅游去的时候能觉得自己心情变好？有谁举手我看一下，旅游的时候心情变好？你们一定不是在黄金周去旅游的吧？因为黄金周去旅游的话，我觉得心情不会变好的，对吧？去年的黄金周，还想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微博、我们的朋友圈，朋友们去旅游的那些朋友都是怎么发的啊？我在九寨沟下不来了，然后说我在黄山我上不去了，我在长城我掉下来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国人出去玩就叫旅游，而外国人出去玩叫旅行？因为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是可以走的，而我们出去玩是要在人群里面要游，你知道吧？尤其是在长城旅游的时候掉下来一个事太逗了。因为原来有句什么话说叫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但是这个人从长城上掉下来了，所以现在的口号是到了长城18年之后你又是一条好汉。说到旅游，前阵子我到一个名人的故居一个景点去玩，然后在那儿呢突然领悟了一个事儿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名人了嘛，对吧？中国的新中国的脱口秀鼻祖，然后中国第一的脱口秀艺人，对吧？谢谢你们对我的肯定。那将来我的故居肯定也是要被人装潢起来卖票的嘛，对吧？但是我倒是不担心别的，我就担心能不能给我的那个像啊，立的那个像或者坐像或者立像啊，弄得稍微可爱一点，稍微有一点亲民的造型，是吧？比如说最起码得是这样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不想以后一堆小年轻哈，小年轻然后到我那块跟我合影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的，然后我是这样，显得很脱离群众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弄成这样的。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好处，一旦身上被人画了以后呢，写了字画了画，有人在这儿表白啊，口香糖什么的，你这样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是吧？你要身上被写完字之后你还是这样，显得很病态，是吧？谢谢大家，欢迎回来，江八零后脱口秀，本节目是由趣多多一定知道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了网络之后诞生了很多奇迹，是吧？比如说马化腾、马云、史玉柱等等，这些人都是网络时代的英雄。网络刚兴起的时候，大概90年代末，中国还举办过一次什么网络生存大赛，大家听说过吗？就是把几个人关在屋子里面，只给一台电脑和互联网，每个人给1000块钱，让他们生存10天，啊！现在想想，这根本就不难，是吧？有什么可难的，对吧？现在再办比赛就不能这么办了，再办生存大赛就要叫什么没有网络生存大赛，
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，给他充足的食物、水，甚至书，但是呢，不给手机，不给电脑，不通网，不给 pad， 对吧？我估计现代人在里面连半天都待不了，肯定趴在门上求饶，求求你了，把手机给我吧，要不然给我个 pad 也行，我要上厕所，我憋不住了。有多少人上厕所是在玩 pad 或者手机的？举手我看一下。几乎就是所有人嘛，是吧？确实啊，就是现代人太依赖网络了，包括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完全离不开网络的。比如说我们做电视的，做电视的根本就离不开互联网，因为我们要做任何报道之前，在互联网上查资料啊，然后去做一些这个交流啊，然后去找选题啊，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完全无法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些电视节目都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对老一辈的电视工作者一直是心存这种崇敬之情的。那会儿没有互联网，他们想弄什么，难道真的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吗？那天刚好碰到了一位老导演，电视台的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哎呦师傅，你们那个年代做电视没有互联网，你们想查阅个资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师傅当时欣然一笑，哎，没有互联网吗，你在电视上说什么谁知道不是真的了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我赖宝蛋蛋建国四个人在上海加班，陪伴我们的呢就只有我们四个人的彼此，还有一堆没弄完的稿子。那个时候真的非常郁闷，心情很压抑，干到一半的时候我终于受不了了，我就跟建国说，建国打我一顿。建国都疯了，咋的了王哥，那加班给你加崩溃了，别崩溃了呗，还有一半没干完呢，干完再崩溃好不好。我说我不是崩溃了，你打我一顿吧，行不行，我求求你了。不是你疯了，你为啥让我打你一顿呢，我下手那么狠。我就是想我老婆了。说到两个人在一起，我们想过吗，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最好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，是谈恋爱。从熟悉到陌生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呢，是结婚。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想啊，陌生真的不一定就没有熟悉好，熟悉有的时候就不如陌生好，也就是说陌生有的时候真的要比熟悉好，熟悉呢确实在某些时刻没有陌生好。能明白这个逻辑吗？嗯，我也没弄明白。但是比如说爱情，对吧，所有的爱情都是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诞生的，同时也是在两个熟悉的人之间消失的，是吧？所以男女之间就是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。但是一般这个过程都是从什么先开始的呢？大家都是怎么认识异性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比较简便的方法，搭讪，是吧？我的好朋友赖宝天生会搭讪，每天都出去搭，天天搭，而且就那么一句非常老套的，小姐你好，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，就这句话天天就去。那天我们俩走大街上，看一小姑娘长得挺漂亮的，就走过去，就立刻追过去问，小姐你好，咱们是不是见过面呢，那女生回头看了看呢，是啊，她从来没被人这么回答过，疯了，心里哎，好像有戏啊，是啊，啊，那咱们，对啊，你上午就这么问过我一次了。蛋蛋也喜欢用搭讪的方法出去认识女生，但是他用的这个手段就更老土一点。那天我看到蛋蛋走在街上，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从他身边走过，立刻就冲过去，美女美女，等一会儿，美女美女，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就像我曾经最最深爱的那个女人，你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他美女当时就笑了，哎呦，瞧你这个小瞎子啊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，什么年代了搭讪还用这么老套的词儿啊，我不是老套，我发自内心的，你是不是也在刘大夫那儿整的容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除了爱情之外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亲情。亲情跟爱情有什么区别呢，就是最简单的啊，你有一个面包，你也很饿，对方也很饿，但是你给对方吃了，还拼命的不想让对方知道这件事儿，这就是亲情。你有一个面包，你也很饿，对方也很饿，
你给对方吃了，然后拼命的想让对方知道你没吃这件事儿，这就是爱情。其实，在亲情领域，现代人真的有的时候特别淡漠亲情，是吧？有谁能说自己很了解自己父母的呢？举手我看一下，是吧？那天我走在大街上，就碰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女孩，打扮的挺时尚的，花枝招展的，然后就聊了会儿天。我突然就想到这个问题，我就问她，我说：“你觉得你了解你父母吗？”“当然了，我特别了解我的父母。”“啊，怎么？你具体说说。”“你看，像我的爸爸呢，是一个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人，兢兢业业，凡事呢追求细节的完美这样一个人。我的妈妈呢，爱美，怕空虚，同时呢又天生的会交际，很会跟别人哈拉，很会跟别人来往。但是啊，有的时候他就是完全因为想照顾的面面俱到而自讨苦吃，就是这样一个性格。”我当时就傻了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当然了，我爸是处女座，我妈是天秤座嘛，书上都写了呀。我说那你爸妈都是哪天生的呢？哦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，是不是对我父母的关心不够多，我平时那么多时间在上海，没有回北京陪他们，所以每次回北京呢都尽可能的回家去看一眼。前阵子我爸经历了人生一个重大的事件，叫退休。退休之后，你知道，就是老人啊，尤其男人退休之后，有的时候心里会过不来这个劲儿。像我爸是一直在机关当干部的，一下从领导岗位上走下来，我怕他过不来，所以那天就买了两瓶茅台啊，拿点东西过去回家看他。然后看的时候我就给他倒上酒，就跟他聊天。我说：“爸，你这个退休之后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吧？”我爸：“没有啊，挺好的。”“不是，没事，有事千万别在心里憋着，好不好？现在呢我朋友特别多，我这心理医生的什么朋友我都有，我让他们来开导开导你。”“你有病吧？”“我真的没事儿，我什么我就得心理医生，我好着呢，知道吧？我没觉得有什么落差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你原来在机关，你领导岗位上走下来，有什么怎么会没落差呢？”“啊，当然了，我现在每天就是这个看看报，喝喝茶，跟别人下下棋，和原来在机关的时候一样嘛。”王尊，王尊 ，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我们开演唱会啊。What concert？It's my concert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讲。你知道我为这个演唱会准备多久了吗？29年。I've been playing for 29 years, so.